尽茫茫天涯路，曾经迷惘，曾经失落，潮来潮往，岁岁年年，迟来的惭愧，无言的忍耐，流尽多少心。深处已破碎，昂首万白云，相思何处寄，难忘情浓意阑珊，不知相聚在何年，但愿与我不要到乙班，我要留在丙班，请老师不要赶我走。小乌龟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快站起来跟老师说，你也不愿意转到别班去，快呀，你快说啊！老师，柯丽敏在门口。吸掉，小乌龟，我叫你把烟吸掉，你听到没有？我现在不念三年丙班了，你也不是三年丙班的班头，你管不着我。没出息，心里难过，你躲在这边抽烟有什么用啊？你还不是一样，要不然你怎么不到教室里去上课？你站着多累呀，坐下来吧。你干嘛？我写作文啊。写作文？是啊，这堂作文课，李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三年丙班。你何苦这样呢？你去乙班上课就是了嘛。我是人家不要我，像个孤儿一样，才求在这里。把烟吸掉，放在口袋里。柯立美，邱正辉，你们现在听清楚，回到家族去。老师，我不回去。老师，他们不要我。我是要你们回三年丙班的家族去。老师，你不是不要我们了吗？谁说老师不要你们了？老师，你真的要我们再回到三年丙班去？嗯。老师，老师不行。你
不想回三年丙班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不要老师了？要，当然要。让你们再回到三年丙班来。照理说，家长要求把他们的子弟从三年丙班转走，就是不再信任我。我没有资格请校长答应你，让我准许我的学生再回到三年丙班。你很为难是不是？是。是不是你的学生离不开你，要回到你的班上？是的，我没有想到。你没有想到你的学生会离不开你？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校长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没有经过你的允许，已经先叫柯丽美和邱正辉回教室去了。就这样好了，我想我们应该尊重孩子们自个儿的决定跟选择。可是他们家长不能接受我，尤其是柯丽美的父亲。这个问题由我来面对的，李老师，你安心的去上课吧。哎。快点起啊，高雄刘先生来找你了。哦，你叫他等我一下好了。请你等一下啊，他马上就好。先喝点茶。谢谢。哎呀，你看你在家也老爱穿个长袖，满头大汗的，一说你就会傻笑。快去啊。大哥，来坐。我到台北去找小玉，没有找到人。哦，不必找了。就算你找到他，他也不会跟你回高雄的。没有找到他，心里那块石头就放不下来。不要紧，我已经接得到他的来信，你可以放心。他说，他对自己的未来有计划，有安排，不打算麻烦你。信是从哪里来的？信上是没有详细的地址，不过邮戳上是台北寄的。看信的内容也说得很清楚，他只是在台北工作。四个人都在加班，我这个新手还敢偷懒？咦，珊珊，你不对耶。没有关系。什么没有关系？我看你好像是怀孕了耶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有男朋友？没有。你骗我。以前有过。我看你还是去看一下医生，检查一下好了。怎么样，老大，叫小红帮你找一个漂亮的吧。我来。喝啊，来。哎，来这儿。哎，你们老大嫌我们这么小姐不漂亮。那找一个像那这样子的，好不好啊？啊。子豪。啊。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，小青很像你们老大以前一个叫珊珊的女人吗？算了，我才没有她漂亮呢。老大，要不要我们去把珊珊找回来？你到哪去找？我已经问过咖啡厅的经理，他说珊珊真的离开铺子。珊珊一定是被那个姓陈的藏起来，我们去找那个姓陈的，一定要得到。又是你们，
你们找陈志奎又有什么事？我们找他是我们的事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谁说没有关系？找我学生的麻烦就是找我麻烦。你一定要强出头吗？这不叫强出头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我的学生就像我的子弟，我有保护他们的义务。慢着，你们还没有说出为什么要找陈志培的理由。你一定要听吗？当然，我找过你们一次，不会找你第二次。这里不肯说，我送你到警察局去说。好，你把耳朵洗干净，听清楚。陈志培啊，跟我们老大是同一个女人。什么？珊珊她？珊珊哦，是我们老大第七个老婆了。胡说！我干嘛要胡说？珊珊跟我们老大甜甜蜜蜜的，害我们老大天天都想她。陈志培哦，把珊珊藏起来，所以我们来找他要人。真的有这种事情？你不信哦，去问问陈志培。陈志培，你快说，一定要老实告诉我，珊珊是不是真的跟菜头好？那是菜头强暴珊珊的，这个仇恨我永远会记住。有多深的了解？珊珊是个没有念书、没有教养、行为很随便的女孩。文川，你问她干什么？我实在是很不想提她。我这边对珊珊的批评，是不是太武断了一点？不会，珊珊如果好的话，我不会这样反对她跟志培来往啊。那你说，答应志培考上联考？再让他们交往，也是骗自卑的。对，我绝不容许这种女孩做我的媳妇。你为什么对她有这么强烈的反感呢？你想想，这么多的女孩子，阴菜谷的菜头不去强暴别人，单单强暴她，这表示她自己就不是一个好女孩啊。确实有这件事情吗？当然有。文川，我知道你很关心志培，你也很想帮助志培，包括我不答应他跟珊珊来往的事情，你都想帮他跟我说清。我什么事情都答应，可是这是有关于志培一生的幸福，我一定要心肠硬到底。可是社会上很多不幸的女孩子，当初都是家庭的变故才堕落的，这种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一旦有了自己的意识，往上挣扎，往上爬，更好的也很多啊。女孩子跟男孩子不一样，女孩子就像一块白布，一旦沾上了污点，一辈子也洗不掉。志佩现在还小，相信再过几年，他懂这件事情，到那个时候，他也会看不起珊珊。就算是你逼他娶珊珊，他都不会要的。志佩会这么自私吗？男人都一样，口口声声说爱一个人就会原谅一个人，真能做到的太少了。文川，你看我帮你买了几件短袖的衣服，天气那么热，你总是穿长袖。现在已经凉了吗？那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这是名牌耶，不会退流行的，明天还可以穿呢。哦，对了，你要在这里吃饭还是回家去吃呢？我要回去煮饭了。我再不回去啊，这不回来又要嚷着肚子饿了啊。珊珊，今晚妈妈和李老师都不愿意我跟你在一起，今晚菜头张扬过你，造成我们心理上巨大的创伤。今晚我把这封信写好了，没有地址可以寄出去，我还是要把你对我的爱一遍又一遍的倾诉。这已经是我写给你的第七封信了。我读不下书的时候，我觉得痛苦的时候，只要拿起笔来写信给你，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。
像生长在石缝中一朵小花。这深秋的晚风把我的讯息带给你。把手指头咬断了也不痛。多疼我，多爱我，给我一份关爱。孤独的人儿他就会。李三，我把你的检验报告书拿回来了，你真的怀孕了，你看。我告诉你，一个未婚女孩子大肚子可麻烦了，孩子要不要你要尽快做决定。志培，你怎么只吃半碗饭？我肚子不饿啊。我看你不是不饿，是得了相思病，想他想的连饭都吃不下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啊。男孩子对感情的事情要拿得起放得下，别那么死脑筋，多交几个朋友，将来还可以有选择的机会，比珊珊好的女孩子多的是，别把机会放掉，你懂不懂？天底下所有女孩子，我就喜欢一个珊珊。文川，今天这个鸡汤可是特地为你炖的哦，你怎么不喝啊？我喝了。真的喝了？嗯，刚刚我喝了两三口，很好喝啊。告诉我，今天又为了什么事情心神不宁的？没有啊，我不是吃得好好的。你呀，你心里的事我全都明白。要不要我揭穿你？你又在为你学生功课烦恼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吧，你班上那几个不成才的料啊，就是叫神仙来教都教不好。你呀，你白费脑筋。你看，每一次我一说到你的学生不好，你的脸马上就垮下来了。算了，我不惹你了，你吃饭吧。还有什么话，你通通说出来好了。嗯，你怎么知道我还有话？你以为只有你了解我？我也很了解你。嗯，你了解我才怪，我鸡汤里忘了板盐，你都不知道。你心里还有一个问题，要不要我点穿你？你说吧。算了，不好意思。不行，我不说出来我会憋死。那你就说吧。你班上学生的功课不好，连带你的饭碗也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人家全说你教书教得不好，下学期不会请你了。你只猜对了一半，我确实是担心孩子们的成绩。至于校长下学期请不请我，我不在乎。
本校今天要颁发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特别奖，受奖者是三年丙班。过去一年来，三年丙班的学业成绩在全校32班当中是最后一名，而这个学期他们突飞猛进，而且跃升为本校的第三名。当初根本就没有人抱成功的希望。
给李老师。Fuck。
坐吧，坐吧，笑死老婆。老师，不要走嘛，到我家过年嘛。对了，老师，留下来陪我们过寒假嘛。老师，你不要走，我们陪你过年嘛。老师，我妈说请你到我家过年。是啊，到我家过年。到我家，到我家，到我家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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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师，老师也舍不得离开你们了。可是，老师在澎湖还有个老母亲。老师也希望跟你们一样，做个父母亲的乖儿子。离开家也这么久了。也该回去看看他老人家了，你们说，对不对？不要愁眉苦脸的，老师也不是不回来了。老师，老师，老人，这些钱是怎么回事？谢谢老师，我必须要这些钱。请老师带回家过年用。你这个孩子，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老师又不是外人，跟老师客气什么？你跟你哥哥，总要像个样，过个年吧。你至少也要替你哥哥买件新衣服。快拿去。老师，我真的不要。我舅舅写信来的，他说过年要送钱来。万一他来不及把钱送到呢？老师。赖连明他舅舅也很苦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钱，只能勉强替他缴学费而已。赖哲明，那你平时怎么过日子？他本来要跟我一起去工厂做夜工，因为要照顾他哥哥，工也不做了，反正他过得很苦很苦就是了。文川，你该走了，要不然赶不上车了。方便，所以没有上去。你来了，我很高兴。我爸爸要我来告诉老师，希望老师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过年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已经答应我母亲要回去过年。哦，老师，我家里还有点事，不能送您去车站。老师，一路顺风。老师，你要快点回来哦。老师，别忘了我们在等你啊！老师，再见。老师，再见。再见。谢谢谢谢，我会的。寒假时间不多，你们要利用时间多读书，多用功，知道吗？小张，再见。老师，再见。刚才不是去过陈志培家吗？那他为什么不来送老师呢？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你同学呢？人家好心好意来约你去送李老师，并没有错呀。李老师不是一直都很关心你，很照顾你吗？逃避不是办法。是不是因为你心里有了珊珊，就容纳不下别的女孩子了？就算是你不喜欢人家，不愿意跟人家讲话，你也不能不去送送李老师啊。是不是李老师也反对你跟珊珊交往，所以你心里恨他？妈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再提珊珊的事好不好？
林乌龟说，陈志北有个女朋友，在西餐厅当小妹。我知道。既然你也知道，那就算了，何必自找苦吃呢？珊珊，小游，小马，是你们。珊珊，我跟小马是来告诉你，我跟小马已经正式结婚了。这一趟我们到台北来是要来度蜜月的，恭喜你们。谢谢。谢谢。珊珊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小游，你过来一下。小马，对不起啊，借你的小游说几句话。没关系，请。小游，我告诉你，我怀孕了。其实当初他们接你去高雄，你去了就好了，至少不必在外面这样流浪受苦。你想你在工厂做工，这点钱够做什么吗？你又要念书又要生活。珊珊，过两天我回台南，我跑一趟高雄，让刘董事长来接你，这样你总有面子了吧。不，你千万别去，我不要回高雄。在这里虽然苦一点，可是我还撑着下去。如果让他们知道你在台北是过这种日子，他们一定会很难过，尤其是那个姓李的李老师。妈，妈，王川呐，你可回来了！告诉你啊，乡长啊急得不得了，来找了你好几次了。乡长找我有什么事？他女儿啊，从美国回来找对象，到处找不到合适的人，他们呢找来找去，全村呐只有你最合适。妈，你急着要我结婚，也不要急成这个样子嘛。人家会笑我们的了。哎呀，文川，是他们找上门来，又不是我们去求他。妈，算了，那种大户人家，我们不必去高攀了。你不记得宜正他爸爸，当初他是怎么对待我们家的吗？哎呀，你现在的身份跟当年不一样了。我只是个教书，谈什么身份？教书很好啊。要不然乡长怎么会看上你呢？文川，妈替你做的那个西装有没有带回来？没有啊，要西装干嘛？傻孩子，相亲的时候啊总该穿体面一点呐。既然没带回来，那赶快去做一套，免得人家啊觉得我们寒酸。妈，不要了，如果他们嫌我们寒酸，那就算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脾气怎么老是不改，跟小时候一样倔。我叫你去你就去，不准跟我顶嘴。可不可以把你手上那个东西还给我？
是澎湖人吗？是的。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过你啊？我也没有看过你啊。哎，健，你跟他见过面吗？他是谁呀？他就是李文川嘛。李文川。巧，他正好会捡到你掉的胸针，这可真是有缘分呐！啊，怎么样？你见过他，你对他的印象如何呀？还不错吧？我们这个地方，就属他的学历最高了，而且他的年龄也跟你挺相配的。爸，你这孩子，不是爸爸喜欢说你啊。女孩子真不应该念那么多书，把大好的青春都耽误了。要不是有这么一个李文川呐，还真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年呐。爸，你能不能少说几句嘛？好好好，我不说，我不说。这件事儿你还有什么意见？哎，如果没有，明天呢，我就叫何秘书去安排，让你们正式见面。你干什么？我要到高雄去一趟。去高雄？不行啊！为什么？人家何秘书已经安排好了，你明天啊跟高小姐见面呢。妈，急什么嘛？有人早晚会碰面的，何必呢赶在明天呢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你可真是的。那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一定赶回来过年就是了。下班再告诉你飞机票，买一张。小刘，你怎么在这里呢？你带朋友来干什么？我来接你一起到台北，免得你又跑高雄一趟。你是怎么找到他的？你还记得在台南跟小玉住在一起的尤小姐吗？啊，是她跑到高雄来告诉我的。珊珊好可怜，你能不能去接她回来？这还用说，我们一直在找她，可就是找不到啊。她是故意躲着不见你们的。我这一次来，她并不知道，我就是看她过得太苦了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所以才偷偷跑来告诉你。我怕根本就是熬不住。尤小姐，小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她也不晓得怀了谁的孩子。好，快再说下去。拿掉孩子以后，没有钱调养身体，也没有时间休息，还在继续上工，这样子下去，就算是铁打着身体，也是会受不了的。你们是？小刘，马上第三舱办理转院。等身体养好了再上班啊。这里是哦，试衣
小玉，你也太不当心自己的身体了，怎么可以找那种破旧小医院呢？要不是小刘叔叔得到消息通知我赶来，后果恐怕不堪设想。为什么你老是要让我来看？在台南也是，我明明是8000块的薪水，为什么要交到2万块给我？对你，我好像欠下了几千万的债，永远也还不清的债。小玉，你没有欠我，应该是我欠你，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。等你病好了，跟小刘叔叔回高雄去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回去。我不要依赖别人，我要自食其力。小玉，你病成这个样子，还谈什么自食其力？难道你非要死在外面，让我一辈子良心不安，你才甘心吗？世界，让眼泪长。